你还未将神兵之事告诉更大人？他只是本王的一柄兵器罢了，需要知晓些什么？那王上今日见了慕容离，可有查探出一些什么？此人说话难辨真假，他言语之中似是已将神兵赠予了天权王，是以才如此有恃无恐。那王上现下要如何？神兵之事牵扯甚大，如今神兵其三皆在慕容离手中，若是他真送予了执明，他一死，执明必定拿到神兵，我国必败。若让他活着，我倒还可以挑拨他和执明之间的关系，这一局本王赌不得。那便是要放人了？心有九窍，我如今算是见识了慕容离。不过本王还有后招，你可还记得那慕容离立郡前攻打天书的仲坤仪？